话，你找我。海棠，我今天来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那天是我太过分了，我之后真的特别的后悔。月轩也好几天不理我了，我现在心情真的特别不好。海棠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，好吗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咱们两个还是好姐妹。这么说，你可原谅我了？海棠，你真好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两天真的特别不顺心，连我爹也都欺负我。你爹？他怎么了？他又要娶姨太太了，而且他还下命令给朗家，让你去给新娘子化妆，朗家居然还同意了。海棠，你能去吗？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去吗？谢谢你啊，海棠。对了，你知道我爹要娶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就是咱俩特别讨厌的那个易小姐。是她。